大家好，我是武艺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沈月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，祝大家恭喜发财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刚刚你没好意思说，不让他们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表现。刚才你们在舞台上，你给自己打多少分？表现好不好？刚刚啊，不要客气了。就觉得以后好好拍戏吧，啊，好好拍戏。我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要再问了。你现在越说，我们越想问下去这个表情。就是月月吧，月月说一下。就开口跪啊。没有没有，我拖后腿了，好吧？评价他，评价他，我拖后腿了，我拖后腿了，对不起，沈月老师，我以后好好拍戏，好吧？大过年的，两位就携手共创新的辉煌。哎，我们接下来沈月刚刚，我觉得，就将来他的女朋友应该会非常幸福哦，因为他做饭又好吃，然后性格又好，然后也又就是。感觉跟做他的朋友很轻松，然后又挺会哄人的，又会唱歌啊。别了，不会不会。最后这句话直击人心。不是现场，不是那个，就是在客栈，在现场他唱的真的挺好的。对啊，我们这里清唱两句，刚才可能在上面有点紧张，来这里清唱两句嘛。姐，放过我吧。对，好，老板娘都鼓励你了嘛。来，好，我们下一个环节，好，我们来这边。涛姐，我先说吧，我说 Kido 吧。嗯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次是因为我们从北京然后自己开车回客栈嘛，然后在阿尔山，然后开了，当时开了有23个小时，然后因为后面一段路程是 Kido 他自己开车，然后车上只有我五一哥，我们三个人还有 Kido，然后因为我们俩都没有驾照，就只有 Kido 一个人从那个下午3点一直开到晚上11点，然后当时就是我坐在副驾驶看着他那个形象，感觉特别的伟岸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那个印象让我挺深刻的，非常棒，而且非常照顾大家。您挑谁？沈月。刚刚突然瞬间惊慌。不，沈月你挑一个，你挑一个，谁去看谁去。你加我小去了，来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弟弟，你夹娃娃夹得好，还唱歌唱得好一些。夹娃娃夹得好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只有一次机会吗？不不不不不，随便来随便来，放心放心放轻松。要哪一个？你们选一下不？你们要选一下吗？还可以继续夹吗？你再夹两个呗。夹两个夹两没关系，大家来的人这么多。你给两个女生都夹一下嘛。你再夹吧，老板就夹破产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多夹几个。导演要哭。多夹几个。导演要哭了。夹破了。这是我玩过。你为什么又把它转回来了？弟弟，你听一下那个老板娘的指挥。因为这个夹娃娃机很厉害。你听涛姐的，我跟你说，没错的。是那个惨笑嘻嘻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看起来，马上会发财。对对对，就是他。哎哎哎！不，哎呀，差一点，马上掉下来了。再拍他一下。踢一下，踢一下。是这样是吧？对，最后一下啊！来来来，有了有了有了。他怎么？我感觉你马上要把他打掉了。对啊。好，两只漂亮，来，我来拿吧。怎么弟弟？夹娃娃机像是要打那个吃鸡似的，没有打那个拳皇之类的。对啊，来送给两位我们客栈的女生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送给你们的是我们送给你们的。来，最后的环节呢，刚刚老板娘介绍了明年会有哪些自己事业上的计划，每人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己明年有哪些计划好不好？我那个也是拍拍戏，然后我可能明年要自己一个人住，出去租房子。你这是求这个合租的广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是哦，也是太详细了，就是那个自己的人生中第一次决定要搬出去住，那种有种长大的感觉。好，到时候弄好了，让老板老板娘带着我们去你家吃火锅，好吧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来，弟弟，我的话也就好好拍戏吧，就希望之后我的作品就能和大家见面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，就这样。好，是的，那好，再次谢谢。我们是担心后面还有人要过来，知道吗？来来来来，
各位在前面，在我们的黑板前站成一排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一点咔嚓咔嚓的时间。好，我们先看媒体朋友这边的相机啊。我弟弟这个姿势很帅。可以可以。来看一下我们媒体朋友的相机。怎么还有媒体朋友拿手机的？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拍立得，拍立得，拍立得，看好了，在这里，哇，三二一 ，OK， 这张我们会好好留下来的，会交给工作人员，会给你们，来来来。没问题，是相机给你都可以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